怎么今天精神？刚才都说你考几分？精神状态不是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讲他的？都给我讲。为什么不讲他的？他99分。来。最近都没有考100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错什么题目？他现在数学哦，你知道都是错什么吗？错什么题目？有一张图，啊，这边有一个，比如说一支笔，然后有几段。错这个可不可以？然后比如说橡皮擦、回纹针、笔，对，然后这种，那比如说这个比这个长几个，他都错这种，那这个只要一错，有时候后面就会跟着错，连续错，对。我觉得他这个好像有点多。这样可不可以？错这种小地方，你觉得可不可以？来，你们唱。爱你，林娜。爱你来，你跟阿公说，你最近怎么样？爸，哎呦，有。爸，早上会想睡觉。现在是10点呢。你不要。那个什么清明节啊？哪有，快到了。快到清明节了，哦，有，阿公起来了，哎，阿公起来了，有，有点打瞌睡，帮他按摩一下，应该压那个了，压手啊，压手，按摩手，啊不，胳肢手，按摩手啊，哎呦。哎，爱你，你怎么都不讲话？你有吃蛋饼有力量了哦。你怎么啦？阿哥起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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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把你爱。有，阿哥起来了，你今天0分。没，表现不好哦。0分。阿哥起来了。起来，起来，跟阿公讲话。告诉我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你跟阿公说什么时候有运动会？什么时候运动会？3月30运动会。那你们学校几？他说那个铃铛说爱你跳箱可以跳8个，你相信吗？8个那么高哦。8个很高。哎，你说可以跳8个啊？啊，我们大家说好，那我们运动会去看你是不是真的可以跳8个，对不对？起来，哎，啊，动一动。不要再眯眯眼了。要大便吗？还是想上厕所？没有，那坐着。你每次都说肚子不舒服。啥？打小小的打瞌睡啊。小小，因为阿公刚出院吧，他上前阵子不是生病吗？住医院呢。爸，我们上礼拜是大家都在感冒，所以没有过来。全家都感冒，哦，晕倒了。我起来了，其实我开始想东西了。你最近有学什么，林大？学到什么成语啊、英文啊？跟阿公讲。最近没有。最近没有啊。等，阿公，不要看别人。有点。也在精神不是很好。对了，他要睡觉。想睡觉。按这个啦。按这个。你不要只拍他睡觉啊，这很奇怪。哎，有点真的哎，是不是吃药的关系啊？对啊，有点那种度孤的打呼那种感觉。两只手会怎样？真的奇怪。这个本清明扫墓过来看。
子吗？那是袋子吗？还是垃圾？袋子。可以装的这个。哦，那这塑胶袋就可以丢掉了。哎呦。那怎样？哎，黄绿暗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去那个。扇子啊。还有这种扇子哦。好凉啊。我看新玩意儿来。公看。你给阿公看。这怎么收啊？用一个八。给爸爸，你给爸爸。教你收。不对，对对对，这样。我是不一样颜色的。一样啦，一样。不一样嘞。有啊，还真不一样。给阿公扇风，快点去吧。那你喜欢哪个？来，帮阿公扇风。你帮阿公扇风。这怎么收？你站那边扇。这怎么收？你收看看呢。我收，我教你第一个，转过来。他会。我先把这个肉身拿去蒸。三。三个意思。可以啊。我帮你弄。啊，这小一点。对对。这样三三三。哦。对，这样三。妈妈，醒醒啦！给你上上课。怎么要关？这样子。哎，你要过来看啊，我教你啊。你要学吗？不对，这样转。哎，你这个真的要换了，这个壳已经脱落了。对啊，好像没有。没有保护我，你会常摔吗？你到时候不会常摔。你到时候整只飞出去就好玩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还有备用的壳吗？没有。我这次一买这个我就一直用了。都没有第二个备用的，不觉得就这两千多块我用了两年了，很值得。那我回去用那个快干粘一下。不要那，旁边就不会这样聊聊。啊，你万一到时候要换壳呢？你不要给我用快干哦。不要。要不你可以用快干，那你一辈子都给我用这个耳机。今天我不要。我下次要换，我不要给你。不是啊，都没有备用。阿姨那边总有备用。他去年已经换了，他壳都会给舅舅啊，舅舅很给李子成，你不用笑。没有多的吗？都没有多的。这挨近两年多的，他壳都会用了。哎，你们又在吵架？是我的。太好笑了吧？对，这样啊，爱一下。哦，对，哎，卡住就紧住了，很紧就不会摇晃了。你要把它卡住，对，让帮阿公扇风。对不对？快点啊，该帮阿公扇风啊。扇风，扇风。帮把阿公扇风。扇风，扇风。还有鞭炮啊。哦，就是说每一个长辈有编号，像阿公也有住的房间的房号，有编号。18什么1805阿公那种，怎么突然有一种味道？好像是那里在装修吧。哦，对，就是装潢的味道。真的、啊？哦，呀呀呀呀！我和你阿可以把它要进去。对，我在。好，我在。来，帮我下后面。非常好。礼拜去按摩几次？一次，不可能两次啊！怎样？
牙齿很花钱呢，一次700。知道花哈。但是想想看，人家按摩师也是赚该赚的。对，我是。他们那个叫什么？是都眼睛有问题的人吗？是哦，因为忙那个搬经费哦，真的是忙到那个办活动的感觉哈、哦。就是成大。对啊，还好啊。我现在觉得成大那个，不累了。那怎么讲呢？成大人手比较多，现在人手好少。但是因为你们用的那人手那两个没有像摩擦消融，他战力没有全部发挥啊。所以我就跟你讲啊，你们要着重在找人这个方面。成大人手多，要比较积极，大家哦很有经验那种感觉，积极跟谨慎，要不然对对对，积极谨慎细心、啊、我跟你们两个就累死了。对啊，我跟主任哎好定兼共精，到了是我还有什么搬咖啡机是我们在弄的，哎对对对，爱你，你帮妈妈散。一手拿这边，一手拿这边，旋转。什么意思、啊？它就会变三折。你还没看见啊？你刚刚是在这里。我再举你手。嗯。你刚刚是在这里，不是在这里。这也要再继续转。再继续转。好。啊，你现在在看。啊，我找到了。是又起来了，一扇它就会起来一点点。哎，不错嘛，学会了吗？不一样了。哎，我教你，你为什么今天蛋饼给我转回去不让我看啊？沾一点番茄酱你就这样。再拿就好了，再加就好了，你。不要再拆了。就是这个。我好要烧啊。我在想说，这次黄连会不会有没有100分？我这次觉得你大孙女会不会考100分？他现在我怕他这次考试期中考变，以前不是奥迪吧，后面变 Toyota 了。啊。然后到第三次会变什么 ？Go Go 龙。Go Go 龙是什么？Go 就是居嘛，居嘛，居是不是类似酒？我居了，不是居是不是有点像酒？酒就是两颗都90几，然后楼就是掉下去楼。99啊，99分啊！最近真的很不仔细啊，真的很不仔细啊！我看到那个题目，我一看就知道了。细心一点啊，林丹。等他要对下来嘛。林丹细心。老师说我都不会考100分。我说你会，我是说不够细心，像他那个什么国语啊，这个要怎么也是，要知道。我觉得要走。我觉得是从这里先开始，他是从这里先开始。嗯。是谁把它铺平？什么？他上次补习班考数学考100，然后国语考79，吓到我了。他像声音的声的注音会写身体的声呢、欸。你们老师怎么教 N 跟 O 啊？是卷舌不卷舌这样教吗？没有 ，N 跟 O 都没有卷舌啊。N O 没有卷舌。都没有卷舌啊，卷舌就有滋滋滋而已、啊。我不晓得，我遇到学生说，老师是有卷舌的 N， 哎，不，没有卷舌的 N， 有卷舌的 N。
还是怎么样？他居然这样讲哎、欸！我所以我在想学校是怎么教的？遇到学生，以前 Kitty 老师 ，Kitty 老师怎么讲？怎么分在跟在？再见的在跟在这里的在怎么分？再见的在就是再一次的意思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对，我说这个在跟那个在要在哪里的在是跟地方有关系。再怎么分在？所以跟地方有关系的就是在这里的在。再转一圈。跟地方有关系。那变成山顶了，再来。就是用再见的再，对不对？好，再一次，第二次的意思。你是这样真的吗？真的啊。铃铛，你不是再跟再分不清楚，再见的再跟在这里的再分不清楚。再见的再那个再就是再一次，第二次的意思。第二次。那有土布的再就是在那个地方。对，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在这里玩。在这里玩。我们在这里走来走去，你看再见的再。跟再来晚的在是不是一样？就是都有在。再见的在。那你为什么还写错呢？而且你不止错一次。就是第二次的意思。再见的在。就是第二在那个就是第二次的意思。再见的在。嘿嘿，哎。嘿嘿，我要夸我。哎呀。他得跟得呢？得跟得呢？得跟得。爱你。得跟得。得。一个白色的得，跟得到的得。啊。那个不两个得。我也分不清楚。得，它不是有两个得？对。黄明暗。白布的得跟白。白布的那个得。白布的得。那个就是我的、你的的东意思。得到的得错步那个次步啦，次步那一个就是什么？哇、哦，好好看啊！就是得到东西的意思，不是动词啊？不对，他万一当得呢？什么？他万一当得呢？他万一当亲生的得呢？要怎么分？亲生的得什么意思啊？就像我跟朋友玩的，我跟朋友玩的，玩得很高兴，玩得那就是非常的意思，形容，形容词啊，那叫做形容词。你太难了，你要简便，你不会对不对？我要想要怎么教啊？那个可能问小学老师。你就是小学老师，我是老师，但是要讲的小学生听得懂的，要自己也不会在那边。我会使用啊，可是我们当然会使用，我们可是平常就已经习惯了，所以我们知道哪个是要用那个的呢，是用那个的。哦，很多大人都不会哦，分不清楚啊。对啊，你就分不清楚。我分得清楚，只是我要想要怎么讲。就是在装潢的那种电焊接的味道。对对对。好，小声一点。那个些师傅在做这些，不是也很臭？我现在都看到你肚子的番茄酱。我不是跟你讲说要小心一点，我有没有讲？我没有吗？明天不要吃了。明天不准沾酱，就这样。那我。你可以。我没有，那酱我不要吃那。那你不要吃好，那你不要吃了。姐姐，我会了。妈妈，我会了，你看。嗯，对。好啦，很棒。好好。来，放好，要准备走了。我们等下去燕屋了。谢谢。好了，不要自己再哭，你真的很烦，你一天到晚都在哭。爸爸先转一个圈，再转。对。转三个圈，对对。啊？先转一个圈。明天我们的蛋饼我都要沾辣椒酱。好。好，要沾就好了。转个圈，再转一个圈，再转一个圈，然后把这个差不多了。
爸爸可以帮我吗？